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。那当然今天啊，我们看到的台股啊，它的所谓的区间震荡哦，那当然已经快要结束了哈。因为啊，这个电子股啊，这个最近啊，越接近这个啊，这个所谓的啊，这个年底啊，啊这个做账的行情啊，啊它会比较压缩啊，所以说你手中现在有点足够哎，啊你可能就要等到这个月底。好，这个电子股就会开始喷哦。但是你现在看到台面上面，你会发现很奇怪啊，这个类股啊轮动啊，它的速度上面比较快啊，所以说投资人几乎都没有办法去掌握到啊。今天军工概念股，你看到了合成、雷虎，对不对？啊，它又开始涨了啊。之前你就认为它涨完，你卖掉啊，它拉回以后，它又开始涨啊，它又开始涨了哈。板卡的部分啊。严老师在早个月份就开始供，好，我那时候跟大家讲这个板卡哦，啊可能会大涨，啊但是也没有人相信嘛，好，那板卡包含立台、汉讯、青云，啊一直到今天的华勤，啊再创波段新高哈，那当然你大波段操作的，你有耐心的哈，应该都赚得到钱哈。如果说你的操作，啊跟那个热锅上面的蚂蚁一样，每天都想赚钱。啊，这样子你反而啊，有时候效果不是很好，啊，效果不是很好哈，因为它走区间嘛，啊，区间的话就是说类股轮动，你有些股票你要先布局哈，但是有些股票是可以重压的哈，你这个地方你要必须要做资金的一个调配了哈，那当然最近参加老师会员的人呢，哦，比较多，比较多哈，我这边必须要跟严老师会员稍微讲一下啊，也就是说你参加严老师的会员。啊，你看到了某一档股票，老师抠给你，啊，叫你去买，我就麻烦大家，啊，要按照我们的，这个指令去操作，啊，不要说叫你去买，你都在旁边又看的，啊，看到最后，你发现那股票上去了，啊，然后就用力追，啊，我认为这个都是一个，啊，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了哈，结果到最后。啊，人家有把握时机点在底部买的，啊，每一人都大赚钱，只有你没赚钱啊。人家赚100万，你可能只有赚50万，啊，然后说自己很忙很忙，啊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借口，啊，这个电话拨给你了，啊，这个简讯发出去就希望你去做动作嘛，啊，你都不做动作，你怎么赚钱？啊，自己想法一大堆啊，这个股票可能啊，我卖太早了啊，这个股票我不喜欢，啊，你的想法啊，稍微要改变一下了啊。来，今天的大盘，对不对？开低走高，对不对？开的不是很高嘛，开低嘛，啊，这个尾盘啊还不错哈，啊。那今天还是收所谓的红 K 棒哦。我昨天跟大家讲啊，12月14号是关键性的转折啊。你未来可以慢慢的验证，因为这个支撑都没有跌破嘛，好，你能说这个叫做空方吗？好，对不对？应该不是吧，因为它从底部开始涨了，一路的红 K 棒，一路的垫上来，现在见高档之后拉回修正，这个很正常啊，很正常啊。但从昨天开始啊，这个电子股啊已经开始转强了哈。我这边要提醒大家，你今天看到柜买指数小型股今天有过高哦。有过高哦，越到年底啊，这个大盘啊会越来越强，会越来越强哦。那当然轮动轮涨里面的话，当然今天的钢铁股啊又开始转强了啊。当然昨天休息一天啊，很多人就卖掉了啊。你要操作钢铁股的话，我麻烦大家你要有耐心去操作啊。那如果说你要操作电子股的话，你一定要等到这个大盘有量，好。这个量就是来自于电子股，啊，如果说这个大盘大概这个成交量都是维持在2000以下，那我跟你讲，这个电子股它会稍微休息一下。好，我在节目一直跟大家讲这个操作的一个想法，哦，跟一个做法哈。那当然啦，我在这市场里面20年啦，
可能啊，这个各可能各位啊，在这个各行各业里面都很厉害啊，但是谈到股票啊，还是要尊重专业啊。好，就像我今天去看医生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医生说，哎，这个感冒了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吃药嘛。啊，有没有流鼻水？有，好，那你就要吃这个药，啊，要三餐，对不对？要定时定量的吃，病才会好嘛。哦，这个叫尊重专业嘛。股票市场里面也是一样啊。我给大家的建议哦，哦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啊，你要好好的把握一下，哦，不要因为自己的想法很多，啊，结果呢？啊，你口袋有没有赚的比人家多嘛？没有嘛，啊，没有啊。其实有些人他是很有主见啊，在股票市场里面，其实啊，有主见不是一件坏事，啊，反而是一件好事。但是你要用在好的一个地方，啊，像今天我们有档股票啊，这个创新高，啊，我们就把它卖掉，啊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谢东的简讯了哈，来，啊，这个叫做普通会员。专案就是普通，普通就是专案，啊，这个是啊，等级不是很高的一级会员哈。那我们在这个中午啊，早点店加吃饭吃饱了之后啊，我们叫会员啊，把这档股票卖掉，啊，为什么要卖掉？啊，因为获利18%，啊，获利18%，普通会员啊，我们定价定在152块钱上下两档哈，应该都卖得出去了哈，卖的时候还有往上。对不对？看到了哈，获利了结啊，啊，获利了结18%，100万啊，先赚18万，对不对？回收资金哦，你看我们的简讯内容都非常的清楚，也没有跟你讲那什么出一半，出1/2、1/4，啊，每天这边出一张、出两张的。啊，我们买股票就是底部重压，啊，也很少说带大家去说什么加码啦。我觉得股票市场股票真的好，你就是底部重压嘛。怎么会它涨上来之后，你还叫人家去加码呢？啊，那如果说股票往下面掉，你叫人家去加码，对不对？那个叫看错方向啦。好，我相信我就以这一档股票跟大家举个例子，我们今天的动作非常的扎实。普通会员获利18%，你看任何的投顾节目啊，我相信你很少有看到这种杰作，这个叫做杰作，这个可以流芳百世，这是真真实实的操作，你相信吗？见过严老师的人啊，都知道老师从来不会什么胸口碎大石啊、卡虎烂、吹牛啊，我从来不会。我这个人比较戆直啊，你知道不？有就有，无就无。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接受大家的公平嘛。有的话，来，我们拿出来不是炫耀，不是讲甲大家讲我赚真多，不得了啊！我们是股王啊，我们是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是陆军总司令、空军总司令啊，我们是在潜水艇的啊艇长，不是啊。这个叫真实的获利，这个叫真实，带有什么？带有功夫的。这个不是像一般的老师，这边每天吹牛，吹到最后，好像对不对？快要下台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必要，啊，这是普通会员呐，啊，普通会员有的钱缴的比较多的，一年的，啊，有的缴的比较少的，可能参加几个月，啊，操作资金也不是很多啦，哦，但是。严老师一视同仁，对，过年也快到了，哦，今天12月15号，我们先发第一个红包，啊，18%，啊，先恭喜大家，啊，先恭喜大家哈，哦。那上个月演讲会，对不对？今天的华勤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？有啦哈，哦，有啦，这是华勤嘛，是不是啊，哦？基本面看一下好不好？啊，哦，业绩营收还不错啊，这个对不对？营收。有转机啊，这个跟大家谈到的华勤，我说不用卖，很多人啊听不懂。这股票一根涨停板、两根涨停板就要卖，啊，当然你有你的想法了哈，哦，那老师也非常尊重你的想法啊，哦，你认为赚多了嘛，这个很多嘛，你要卖你就卖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也挡不了你啊，
钱是你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我只能跟你讲，不用卖，这是我的看法了哈。哎，啊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？啊，亮灯涨停板啊，我还没卖啊，要卖会通知啊，谢谢合作啊。昨天没有打开啊，今天打开给你看了、啊。今天有没有再创破断新高？有啊，今天最高多少？155块钱，好吧？15，今天有指令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这边我们就保密，好不好？因为会员的权益啊，我们有时候要把它保护起来啊，哦，不然会员他参加会员，他缴了一笔钱，那我们的资讯完全公开的话，这样子对会员也是不公平啊，不公平的、啊、哈、哦。来，代号3515的华勤今天有指令，啊、哦，你就按照我们的指令来操作，好不好？来，板卡，你看这个板卡，板卡做过哪一档股票？来看一下，之前就做过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对不对？你认为涨完了吗？这是板卡啊，这个也是板卡，涨完了吗？今天板卡很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立台昨天涨停板啊，今天一样了啊，汉讯昨天涨停板。啊，今天呢、啊、一样涨，啊，当然有人说老师，那军工的你做不做？我做，啊，我做，但是我不会去做出个追高啊。今天军工概念股里面啊，好像有几档股票还不错啦，像雷虎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今天亮灯涨停板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嘞，1810的合成也是一样哈，啊，涨停板锁的都很多张啊。那老师，你对军工？军工股的一个看法，其实我对军工股的一个看法，我提出我个人的一个想法给大家来想一下哈。军工概念股其实这国内的一般投资人对它比较陌生了哈。军工概念股它有独占性啊，第二个它门槛比较高，它一般来讲都有特殊的一个规格啊，那毛利率也非常高啊。那军事的合约、采购的合约可能。啊，有采购的合约，还有所谓的保固的一个合约啦。我相信这些啊，对于这个厂商啊，雷虎是做什么的啊？是做无人机的。合成是做什么的啊？他是做那个飞弹的一个外壳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对不对？八冠是做什么的？啊，老师啊，他是做防弹衣的啊，对啊啊。但是你会想一想哦，这些股票都有个共同点，这些股票股价都不是很高。啊，都不是很高的一个状态之下，啊，相对的它的股价，啊，它的延展性比较长，啊，可能别的股票可能说一个周期只有涨6个月，啊，军工概念股可能呐，啊，可能会翻倍，啊，股价这个价格低，再加上延展性强，我相信对于一般小资族哈，它是一个大力度。因为它股价低啦，一般投资人都可以买，但是操作要记得哈，本节目啊不鼓励大家去追高。我相信你听这句话听的真的是很久很久了，老师一直在提醒，股票的操作是底部买，底部重压，拉回早买一点，绝对不是去做出个追价的一个动作，这个第一点，啊，本节目仅供参考。真的，你收看老师节目，老师非常的高兴啊，叫黄阿姨，你知道不？但是你不是看到所有的股票啊，准备一张纸，啊，准备一个笔啊，股票全部抄下来，啊，我来看一下哪一档比较好，啊，老师很准，啊，我来跟一下，啊，这个违反法令这样子哈，最好不要啦，啊，老师希望你看老师的节目是得到一些好的一些观念啦，不是一些不好的一个想法啦。好，这样子可以的哈。当然，这个礼拜六是12月17号，好，那我们就是年度啊，可能是最后的一次的一个全省这个演讲会哈。但是我们选这个地点就啊，这个12月17号礼拜六早上的话，我们会去台中，啊，我们会去台中，我们会把这个台股啊，在封关前啊，它的一些大盘的一些形态状态。啊，基本面的一个消息，老师的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啊，那年后的话，啊，哪些股票有延展性？到底是买钢铁、船产、生技，
啊，还是买点珠够较好。好，那还有准备一份这个神秘的小礼物啦齁。好，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。那去过老师演讲会应该都知道齁，这个资料就是三加一，三档股票再加上一档这个隐藏版的。好，那老师这个齁直接告诉大家，你今年想要赚大红包，老师这个资料齁麻烦你带回家。好，但是这个资料齁我们只送给你。好，我们不会卖给你。好，但是仅限啊，仅限说你来到老师啊，这个12月啊，这个17号啊，这个台中场早上台中场的跟17号啊，这个下午在台北场的这两场的投资人才有啦，才有啦，你才有资格来拿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非常积极的啊，想要参与这个财富重新分配的一个工作。你们在过年以前啊，因为今年过年过得比较早嘛，一月中就过年了哈，你们非常渴望的啊能够赚钱，非常渴望的能够反败为胜，那老师一定会满足大家的一个啊需求啦哈，尤其是喜欢做波段的好不好啊，这个 N31 你能够坚持吗？你能够坚持到最后，你真的你能够大获全胜啊？啊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股票啊，从多少200块一路大涨，啊，涨到500块，200块钱到500块钱，这是翻倍还超过啊！你做哪一种股票可以赚得到钱？就是做这种波段的嘛。但是中间的一个震荡拉回，你能够忍受吗？这个你要先想清楚。如果说你能够忍受，那老师恭喜你，你未来一定会赚大钱。好，那我今天顺便把这个重要资料也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。我先讲哈，礼拜六台中场跟台北场的投资人，你可以拿到一份重要的资料，一个大红包。好，那这个资料我今天有带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来，好，就是这份资料，年度压轴大赚红包的一个标股，买卖进出要按照老师的指令来做，不要去做出个追加的动作。第一档股票。第二档股票，第三档股票，有高价股，有低价股，有中价股，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。好，我要先讲哦，这份资料只送给你，不会卖给你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来做出个参与哦，仅限在我们演讲会现场的人，你会拿得到老师的这份重要资料哈。来，先讲一次哈，这个礼拜6/17号，啊，早上的话会到台中。好，你是住在台中的，你愿意来的，愿意分享的，我们年度压轴大赚红包的这份资料，你就直接扫描我们的 QR code， 你等一下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。老师先恭喜你哈，名额有限，啊，那礼拜六啊，这个下午哈，我们会回台北哈，台北的红包，想领红包的，想领大红包的，想跟着老师操作的，你也可以来。我们演讲会的一个现场哈，来就是这份重要的资料，啊，我希望说这份资料能够带给大家一个不同的一个感受啦，哦，买下去很稳定，买下去的话，对不对？几乎就是买在一个底部了，买下去可能经过1个月、2个月的操作，啊，每个人都可以领个大红包，啊，但是我先讲哈，有来到演讲会才有，没有来到演讲会没有，啊，因为我们仅限在演讲会，啊。你只要签名完这份资料就可以直接带回去了哈。未来会不会大涨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我们拭目以待哈。来，这两场重要的演讲会，等一下可以立即拨打电话，名额有限了哈。啊，这个名额完了我们就没有了哈。啊，还没有手机扫描 QR code 的，来赶快扫描，扫描以后留下姓名、联络方式，直接在 LINE 里面报名也可以哈。机会难得，年度最后一次演讲会，好好把握。打电话扫描 QR code， 先进一段广告。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，手机扫描 QR code，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，24小时帮您解盘。轮云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
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爸爸，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？因为我们是知道啊。哦，我懂了，对方是干道，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。没错，只要设有停让标志、标线或闪光红灯的，就是知道应让干道车先行。要是没有那些标志、标线或者号志呢？那就进入路口时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，车道数相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，两边都直行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。知道让干道，安全最有道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！这个行情啊，这个越来越压缩啊，反而后面会喷出去啊！你不要认为说，老师现在成交量哦都不到2000亿啊，啊，可能你后面发现这个成交量开始放大了，啊，可能啊就来不及了哈。那你最近会发现很多的股票在之前创新高以后有拉回，你就以为结束，那结果后面怎么样啊？持续涨。哦，像刚刚那个板卡，对不对？立台、汉讯，啊，两天就是两根涨停板。我相信投资人能够赚得到钱的人很少，因为他们怕，啊，怕买下去套牢，怕买下去怎么样，啊，没有行情，啊，我再举一档股票，啊，这个4966的普瑞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跌下去的跌停板啊，大家惊死，你知道不？那你的想法要跟人家不一样啊。如果每一个人想法都一样，跌下去就卖掉啊，那刚刚好会卖在这个地方啊。老师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啊，我认为这个地方才是很好的一个买点，拉回找买点啊。到今天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？对，我昨天这种简讯我没有打开给你看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说你慢慢看，是不是？慢慢看，这个简讯没有打开给你看嘛。我说这个只有涨40块，未来会不会涨500块？啊，很多人在笑，老师你笑啊哟，那我扣零呐，这那我扣零呐，啊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哦，啊，今天最高来到890块，哦，最对不对？八百九没有成交了哈，收盘是889，啊，889，啊，我这边给你写个900好不好？啊，这边给你写个1000，啊。889嘛，对不对？还没有900嘛，哈。明天会不到900，啊，老师机会很大，啊，未来会不到1000，我不知道。你不要每一次都是在那找答案，我给你打个问号好了，好不好？你认为会的，你认为不会的都没关系，反正你未来慢慢注意到4966的普瑞，好不好？你注意一下，这答案。未来就会出来嘛，好不好？900，还是1000，还是1500？啊，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不要去预测什么股价啦，啊，你就慢慢看，节目再看，好不好？有时候跟你讲很多啊，你都不会相信啊，啊，有没有比那个普瑞更强的？有没有比那个汉讯啊、立台，对不对？两天两根涨停板要更强的？有，就在这边嘛。你要不要来拿？我不知道了哈。年度压轴大赚红包的一个标股就在这边，来到演讲会，这份资料一定会给你，一定会给你哈。礼拜六早上在台中，
礼拜六下午在台北，啊，名额有限，赶快完成报名，完成报名手续，你有位置，没有报名，那不好意思，我们名额上面真的，啊，已经不多了啦，你要好好把握了哈。等一下电话的话可以拨快一点的哈。愿意来到我们演讲会现场的哈，请注意哈，这份机密资料一定拿得到，老师会免费送给你哈。这场重要的演讲会，想赚红包的，想赚红包的，想赚大红包的，这机会好好把握哈。还没有扫描 QR code 的，直接扫描 QR code， 直接报名，留下姓名、联络方式哈。重要的演讲会，希望大家共同来参与。老师跟你会场见，我们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透早出门天也暗，寒露过了方便凉，日子已经到会冬。一年冬天无休困，总是等到收成的时阵。无论伫田园、山顶啊、海面，阮拢是用汗水咧换食穿。更加感谢上天的疼痛，予咱风调雨顺无灾难。啊，若开力，阮拢外靠休困了一杯啊玻璃蛋。明仔载开力，玻璃蛋冰。轮名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订阅台股好事多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一机在手，走到哪儿看到哪儿。YouTube 每周产业分析，专业分析师为您解析。扫描 QR Code 订阅台股好事多，让您不再错过精彩节目。还记得全世界最美的声音吗？